水手。Oh oh come on come on baby， 每日都萤火虫到 baby。Oh 喊我水手。Oh oh come on come on honey， 我希望你胜过 money。如果不屌，不会在我的 MV 出现，好不好？舞跳的如果没有很屌，车子就要屌，这是我的一个哲学啊。所以呢，在每次有 R&B 的歌曲，都会有一些超级跑车出现啊。那每台车一定都要超屌，不屌不会在我的 MV 出现。刚刚是不是说过了？是的。专心在花睫毛，我真心在跟你笑，你唇膏多么傻傻撒娇，他我手到，笑得太俊太高调，笑得真是太闪耀，怎么让我的心跳又叫叫叫？哦、oh, ，你的狗也想太过主动，我肩下的车窗不及放松。哦哦，你的眼影烟熏妆这么浓，不要诱惑诱惑。那这个场景呢，就是要走一种美式风格，好吧？从这边拍起来很有感觉，从这边拍起来很有感觉。对，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这首歌叫做《超跑女神》，就是每个超跑都配不同的女神这样。车子啊，我都有这个收集模型这样，哦，就是把它变成模型。其实这支 MV 其实很好玩，一开始就是以模型的构想，比如说哦车模型，然后那个人后来睡着做梦，就这模型放大版变成真的，所以他走出来说吓一跳，而且还配美女出来这样，所以这个创意我觉得蛮酷的。等一下来到西门町哇，又是一站难熬的地方，因为那个。在那个停车场里面。哦哦哦，你的笑容会点亮我心动，我在下的油门直往前。